昨天发的我做的这个杨梅包装，然后里面提到那个框式构图，就有人给我发私信了，求求了求求了，画画构图都有哪些呀，这不是也发过了吗？哈，这本还有这本，别的不说，你先把最基础的贼基础的十六种方式，你看一眼，你翻开103页，十六种最常规构图方式，那三分法构图、平衡式构图、三角形构图、对角线构图、斜线曲线放射线构图，别跑，还有棋盘式构图、向心式构图、隧道式构图，看光基础的多少种，整完基础你再去想主次的分明、对比的运用、画面的均衡等，来进一步提高你构图的能力，这才是构图吗？拿来吧你。哦对了，昨儿还有人说我这个包装做的敷衍和粗糙，你的意见本人虚心接受，坚决不改。